时间很快，一转眼就到了2016年了。那到第三周，我们这个教会就走过了13年的历程。过去这一年，世界上有太多的风风雨雨，但是我们在教会当中，在这个不平安的世界里，我们却得到了神更大的祝福。阿们。好，愿神在新的一年当中更祝福你们，祝福每一个爱他的人。所以在新年伊始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题目是心意更新，讨神喜悦。心意更新往哪儿更？我们要往讨神喜悦这方面去更新。这里神给我们的经文在罗马书12:1-2和箴言23:6，我们先来一起读圣经。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第二段，我儿，要将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我们来祷告。阿爸父神，感谢你，你带我们走进了2016年。我们知道自己是何等的渺小，我们自己是何等的有限，我们常常偏行己路，但是主，你爱我们的心永不改变，你让我们也学会心意更新，讨主你的喜悦，让我们单单行在主你的旨意里。在新的一年当中，你用恩手来搀拉我们每一位，你会除去我们一切的难处，你会带领我们走过坎坷，跨过沟壑，进入主你所赐给我们的平坦。因为大小的山冈你都会削平，主你会为我们修直道路，让我们跟随你的心不改变，服侍你的心更坚定，我们愿一生为你所用，跟你同得荣耀。主你就祝福我们众弟兄姊妹直到永远，在新的一年当中领圣你领更丰盛的恩典。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啊，一到这个时候都会想到时间呢、啊。你说时间，形容时间快的词多得不得了啊，什么光阴荏苒，时光如流水啊，日月如穿梭呀。老早孔子就说过，叫做子在川上月，逝者如斯夫。他是说人站在川流不息的河边，就发了这样的感慨，时间呢就像那流水一样就过去了，啊，消逝的就像这样子啊。极不平静的2015年过去了，这一年有太多不尽人意的事，太多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发生了，天灾人祸可以说是不断。我记得在去年要迎接新年，仅仅差半个小时到新年的时候，在中国上海就发生了严重的灯塔事件，台子倒了，啊，拥挤，踩死了不少人。那么这一年，在世界上发生的是恐怖袭击，非常猖獗，甚至有时候是搞得人心惶惶，这世界的局势混乱。中国呢也不平安，看到的很多都是坏消息，什么长江翻船、天津爆炸、深圳滑坡、雾霾猖獗，是不是？这听说这个北京一进新年之后就看不见人了，啊，我们在这呼吸新鲜的空气，真是有些很感恩的心啊。那在新年伊始的时候，我也愿意用
古人谢晋写的一副对子，来让神祝福我们啊。常常人讲叫做虎福双至，下一句呢祸不单行啊，祸不单行。那我们用它最后完整的句子叫福双至，今朝至，祸不单行，昨夜行。新的一年神就更大的赐福于我们。今天是2016年的第一个主日，真的我们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就来到神的殿堂来打扫神的殿，让我们有一个更舒适的环境来敬拜神，让神一定祝福我们。人呐，常常慨叹时光啊，我跟太太一讨论时间的时候呢也是很有感慨啊。太太就说，哎呦这个时间呢，他就形容，他说像厕所的那个纸一样啊 toilet paper 啊，那种T恤。一开始我说什么意思，那年轻时候的外圈很大，你看那一圈可能有3张，是不是啊，那个直径大，等到最后的时候呢那一张会缠2圈3圈，对不对？人就这样，年轻小孩的愿意过年，哎呦又长大了一岁，可年龄大的人有多少人愿意过年呢？很多人一看我今年过年跟每年有点不一样啊，我今年过年进入了新的一个里程碑。今年是我的叫做按照旧历叫我的本历年啊，我已经不再过50号的生日了。但愿随着年龄的长大，生命更成熟，能够跟大家一起奔走天路啊。谢谢你们对我的爱，对教会的支持，真正我们一起来建造神的教会是无比荣幸的。这一阵的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都沉浸在这种这个又忙碌又幸福的状态当中啊啊。上一周这个我们很多弟兄就是来到教会啊，就是装啊弄啊，天天在这儿看着这个教会那边一天天的装好啊，哎，不管我们多忙多累我们都非常的兴奋啊。像王伟啊、吕荣啊、克明啊、思阳啊，他们都整天整天在这儿忙活啊，整天在这儿忙活啊。所以那边音响什么都给孩子们装好了，孩子们一来哎更高兴。这是神赐福给我们，神也纪念我们在2015年的付出和摆上。第三周我们会员大会的时候呢我还要再讲啊。人的一生极其短暂，我们怎么样过有意义的一生非常重要，这也是人类一直思考的问题。但是无论是从道德伦理教育和心理各个方面去探讨这些方面，如果不认识人都是枉然。阿们。你就当了什么总统了又怎么样呢？很多人中国你看很多都到了副国级了，副国级了，国家的这个最高的这个在就是副一点啊，现在都副到监狱里去了。但是人为什么去忙碌呢？就是因为不认神，叫做民没有意向就放肆，其实是不认神，人就为所欲为，最后作茧自缚。那么在这个世界当中关系是错综复杂的，很多人都在研究如何处理好各种关系，也看到关系重要。最近我看到是说哈佛大学有一个研究，这个研究是从1938年开始了，经过75年的研究，对724位男人进行了追踪调查了解，经过几代人的研究，他们研究两种人，一种是在1938年的时候在哈佛读大二的学生，可谓精英团队，还有一种人就现在我们常用一个词叫做屌丝团队，是活在波士顿最贫困的地区最下层的人，常常犯罪吸毒的这些人。他最后得出结论其实是他们一个认识而已啊，他们认识一个结论什么呢？就说好的人际关系让人开心和健康。废话嘛，这不是
本来就是谁都知道。那经过70多年，穷人、富人、成功的人、失败人研究，是吧？好的人际关系让人开心，让人健康，但是给我们有一点启发呀。你天天吃补品，回家就吵架，我告诉你一点用都没有。吃完那补品呢，那个起的作用是微乎其微，吵架对你的伤害就非常之大。所以有一种好的和睦的关系就非常重要啊。所以千万不要做 troublemaker， 不要挑起事端啊。所以有的人愿意息事宁人，其实那是一种祝福啊。不管他这个大学怎么研究，我们信神的人都知道如何建立好和睦的人际关系呢？实际上其中最重要的关系是我们与神的关系。如果与神的关系没解决好，你再好的电器摆在那儿，它怎么不 work？ 电源没插，就这个道理。只有跟神接上了，你才有 power。 我们只有与神和好了，你才能与人和好，否则人太有限了。我对你好都是有条件的，对你好都有时间性的，最后告诉你我对你已经忍无可忍了。这就是人，人就是这样，太有限了。你也才能够做到与己和好。你们跟自己的关系怎么样？好，可爱我自己了，那也不一定对。你不爱自己也不一定对。要判断自己，要判断的合乎中道。人判断自己啊，一个是觉得自己呢太自意了，还有的人呢因为自意的缘故，他太自卑了。自卑就觉得说，你看我长得也不够好，你是不是别人对我应该怎么怎么样啊。就是我在神学院有一次一个同学讲到，就跟台下说了，说你们对自己不满意的，当然长相啊各方面，说对你自己不满意的请举手。哇，80%-90%都举手，我没举。我最老最丑最笨我没举，我觉得神给我的已经够好了。就是你要正确的接纳你自己，连你自己都不能接纳，你还能接纳别人吗？在你眼里边还有合格的了吗？那神造我就这样，我就用我自己所能的，我能为什么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啊。就是说作为神学生的心态况且如此。其实多数人对自己那个不满不是说我哎呀我服侍神能力，他不是，他觉得我长得再隐性一点个性一点，是不是？是不是就更有魔力了？人往往都是这个，是吧？不要去那想。其实人的美丽在你们的内心，你内心美丽了，你外表就极其美丽。如果内心是丑陋的，你活出来就是狰狞。我告诉你，有的人外表看得好，但一行事一看那就不行了。所以我们真正建立起与神的关系，你才能够建立跟人的关系，跟自己的关系。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朋友们，我们走进新的一年，那我更希望我们新的一年要有突出一个新字，要有新气象，你要有新打算，你要有新行动，而关键的是如何为神所用。以弗所书4章有一段经文给我们很好的教导，说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是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长成，在爱中建立自己。我想如果我们大家觉得还合适的话，神给我这个感动成为你们的感动，
那我们今年的主题，一般我们主题都是总会来定，到现在总会也没给我们消息。那我想我们今年主题应该是心意更新，讨神喜悦，阿门。心意更新，讨神喜悦，记住了吗？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去行出来。好，我从三点，从第这个罗马书十二章来进行跟大家分享。第一方面，当作活祭，当作活祭。罗马书十二章，他讲到开始讲的这个就是基督徒生活的一个原则，基督徒到底怎么样生活，将因信称义的教导具体的运用到实际生活当中。保罗讲的这个信和雅各讲的信是一回事儿，只是讲的对象不一样，他的信里边一定包括行动的，否则口头上的信那不是真信，也不是保罗希望的这个信。他的教训的中心是我们信徒应该让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其实很多事儿，你觉得你做的也不对不合适，那是你自己做主了，没有寻求神的旨意。让基督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主，我们就去见证基督，去与人和睦。常常到教会来的时候看都挺好的，都挺和睦的啊。其实仔细了解，来的时候在路上还吵呢，是不是？最不 smart 的啊，那个配偶，就是说最不支持老公或太太服侍的人，真傻，那真的是傻。这么多年时间当中，我看到了那个配偶，他最有智慧，就支持自己的这个老公或者太太去服侍神，结果他得到最大的爱，不是吗？我们基督徒的信仰，一方面是一定要相信神的存在，这是必不可少的第一步。可是相信神的存在，神跟你有什么关系？跟你没关系，你得不到祝福，那个东西好吃你没吃，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第二点，就是通过相信耶稣基督来建立与神和好的关系。和好不是你去管神，而是让神主宰我们。我们人常常做错事，神不误事，也不会做错事。你为神做，神就为你做。前一段我们课名没工作了，又赶上我们教会装修，我把装修很多联系的事都给他了，我就直接跟他说，我说克明，你为神做，神一定为你做。那克明那时候的感觉是，过去的工作太好了，那个福利都那么好，怎么可能还找到那么好的工作呢？他把神的工作做差不多了，那边神就赐给他更好的了，阿门。我问他，我说这个福利，他说真没想到还能找到那么好的，而且这公司特有钱，你看这玩意儿，你为神努力，那神就赐给你了，是吧？所以你看现在烟笑的脸都更圆了，那是幸福的微笑。烟的他聪明，他是属于咱们教会那些聪明姐妹之一，他就极力支持老公服侍神啊。所以你们扯后腿的，去想想吧，那实际上是自己的愚昧呀！啊，这里提到当作活祭，我刚开始信主一听活祭挺吓人的，这活祭，活的就是那是献祭了，是吧？这位献祭呢，这是旧约当中的教导，在利未记第一章就开始这样的教导，啊，那个献祭主要的祭呢有五种啊，我用一个简单的办法来记，我说叫樊书平叔叔，我说啥？你说什么玩意儿？我都为了简单记，樊记，啊，那个数记、平安记，还有赎罪记、赎愆记，是这个。那作为樊记呢，是一定要烧尽的，是彻底的一个献祭，因为人有罪，所以常常呢，就用一个动物来代替自己的罪，那是当时赎罪的一个办法，通过祭司来献祭。是因为罪，我们要献给神之物，这叫祭物。
而且最彻底的献祭是这个燔祭，他要完全的毫无保留的将你的所有都烧尽了。我们歌中也唱着啊，烧我啊，用我，是不是？可是我们这个活祭，就是把我们自己的心完全献在神的面前了，一切我都服从神的要求，但是我又能够为神所用。这里也给我们一个认识，只有主耶稣他的那个献祭是终极的献祭，他满足了神的要求，用无罪的代替我们有罪的，平息了父神的愤怒。所以呢，是一次的献上永远有效，你们就不用再去买牛了，没钱的也不用再去买安啾了，是吧？那种那个安全的什么东西的啊，鸽子不用了，因为主耶稣已经替我们献祭了。但是我们自己却要把我们自己献在神的祭台上，为神所用。所以做基督徒不要一曝十寒，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得不到祝福的绝对是你自己。我们作为信徒基督徒应当活出将自己献给神作为活祭这样一个样式啊！我不太多的讲祭典这个事儿啊。人的一生应当怎样度过，这是我小时候特别愿意听的一句话。小时候没什么书看啊，就看苏联的作品，什么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奥斯托洛夫斯基，其中有个保尔柯察金啊，一段话说，人的一生应当怎样度过。他告诉我们，当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懊悔，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人有吗？到了老年晚年都是一声叹息。可是神却告诉我们，要做灯里边有油的童女，当主再来的时候，你可以坦然面对，接受祝福，跟他一同坐席。为了拯救失丧的灵魂，为了宣扬福音，有的人一生做了轰轰烈烈的事，甚至真正是要流血牺牲。现在我们做基督徒做得太舒服了，那些宣教士不管是为中国为非洲为世界传福音，把福音传到每一个角落，真的自身去宣教舍命，那是我们的榜样，对不对？你们知道是马里逊戴德生啊，是吧？到中国去，也知道戴德生这五代人呢，都留在中国为中国传福音。像史怀哲他们去到非洲啊，因为以前我跟你们说过，做宣教士啊，去非洲去宣教，平均存活寿命，我跟你们讲过多长时间，还记得不？多长时间？一年，活不过一年，平均啊。人的威胁，生活环境的威胁，疾病。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人的一生是非常非常短暂的。在中国时候就看了一个片儿，那时候还挺文革后期还挺震撼，叫莫让年华付水流啊。那时候我们也正挺年轻，听这片儿，哎呦好激动了。可是它不流吗？都流过去了啊。哎呀，数一数我高中毕业到现在，怎么就一转眼就过去了 44 年了呢？44年过去，弹指一挥间。那你人生时光留不住，可是在这人生的过程当中你要干什么？我的同学就是高中同学吧，除了我以外全都退休了，我属于刚上岗的哈，啊，只有为神用啊，他才能够让我们的余生去为他发光啊，做光做盐。那你们这么年轻，是不是啊？如何为神用？当你为神用的时候，神会更大的祝福你。以前我常常讲的一个神的老仆人讲了，啊，说神和人呢用的铲子不一样。或者人用一个小铲子铲到神的仓库里，神用一个大铲子铲到了你的仓库里。这道理，谁要祝福你，谁能阻挡呢？这话可不是说说而已。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神告诉我们，你们如此侍奉，怎么说？是什么？是乃是理所当然的。你还跟神讨价还价吗？找这机会都找不着，想着为神做，是不是？看到弟兄姐妹的摆上，我真的献上感恩。这个侍奉可以像宣教士的，有的叫轰轰烈烈，也可以如一口水井一样，在那里默默无闻。人的一生有两种，有的人喜欢闪亮，叫做明星闪亮登场，但多数都是流星，是吧？转瞬就一划破天空就灭了。可是，一口水井却能够在那默默无闻的供人汲取。我们教会就是一个默默服侍的地方，神都知道，神看人看内心，知道你怎么样为他忠心的摆上，他一定让你没有缺乏。神所喜爱的，这是大卫最大的感触。神说，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我住在你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这都有智慧啊。所以我们说做活祭，不是把你杀了，但是老自我一定要死，要服从神，为神所用。阿们。好，第二点，心意更新。约翰一书二章就告诉我们，不要爱世界和世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儿，就像肉体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追行神的旨意永远长存。我们为神做，神为我们做。过去国内提的口号是一人为大家，大家为人人。那我们现在呢，我们为神做，神为我们做。因为我们太软弱了，可神要刚强你，你还有什么问题呢？是吧？我没有别的办法，就是靠着祷告。没有那么大的意向，我觉得教会就是我的家，我爱教会甚于爱我自己的家，啊！我要是一天不来教会，我就想，我就惦记着，啊！来了之后就祷告，那你看，祷告来祷告去，把那块地给咱祷告来了吧？那时候你们都没想，我就想，我成天想，告诉你，没有神做不成的，只有我们不敢想的。已经卖出去的地，他咋又回来了呢？而且回到咱们手里，这个比当时他买的价还便宜那么多。那神做的话，让我们去经历他。你要跟神求，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什么？不求。所以有人太轻看祷告了。我们真的是祷告当中得到了神的那个恩典和祝福啊！其实走过的路都是祷告的路。啊，神更看重我们的膝盖功夫。记住这句话，这是新杰米牧师他总结的，布鲁克林。另外，我们一受洗的时候，常常用这段圣经，啊，《哥林多后书》的那个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有的人信心两天半，有的人甚至都没怎么信。啊，这里我要跟大家说，我这里讲的心意更新呐，不是变形金刚。为什么不是变形金刚啊？ Transformer 它变过来，它又变过去，是不是变过去又变回来了？我们要的不是这个，而是毛毛虫变成蝴蝶的那种蜕变，老自我就没了，我不再回到我那个老自我被魔鬼统治的那个地方了。我们这里所要的这个应当叫 transmutation， 是蜕变，是质的升华。如何做到？神告诉我了，重点是要保守你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下一句怎么说？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神看重我们的心。
在教会当中看人，看能力。我跟弟兄姐妹也在分享，当然经验有用，能力有用，神看重的是你的品格。一个人失去了品格，你就失去了一切 nothing。 所以叫神看人看内心，心能够控制人的情绪、意志和行动。古代有一句话叫哀莫大于心死啊，所以这提醒我们让神保守我们的心，保守我们的心的意义非常非常重要。神甚至让我们有疼痛的感觉，对我们都是个保护。我就想，如果人都不知道疼痛的话，你会遍体鳞伤，是不是这样？因为你知道疼痛了，你知道那地方有问题了，神就是这么造我，你就知道如何去消炎了。世界上有人呐，介绍各种偏方，叫做什么营养鸡汤什么玩意儿的。那找对象的时候呢，常常告诉你啊，你要抓住男人的心，先抓住男人的胃。现在都减肥，我告诉你，他不一定在乎那个胃。你要抓住他的心，首先是你自己的人品。人因为可爱才美丽，不是因为美丽才可爱。所以神早就看到人的状况，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罪的侵袭可以说是无孔不入，是吗？就连我们成天在经济繁荣社会当中，这种压力它的污染当中一个盲 busy， 这个盲都是对我们这个心一个极大的污染。其实盲对人太大损害伤害了，我们人常常活的就是盲盲盲，到最后那个盲就变成了盲目盲了，眼睛瞎了，也不认神了，很多人就是盲。这种污染不是我们人能够解决的，也不是人能够洁净的。甚至有的人觉得我就追求完美有什么不好，我告诉你，追求完美的期望也会污染你的家庭，破坏你的婚姻，让你人心不如蛇吞象，而且极坏的家庭气氛，你想用多少精力再去弥补对孩子的教养都无益处。孩子的品格性格变坏了，是你一生没办法挽救的。所以我们要学会过滤，学习吸收好的东西，新鲜的东西，真能够把氧气吸进来。人们对死亡有个研究啊，咱们这有很多医生了，死亡的一个最终原因是什么？都是因为缺氧，最后氧气吸收不进去了，是吧？各种器官坏了就不行了。所以我们要得到医治，首先要把罪除掉，把坏东西排出去，不要留在我们里边，清除一切的垃圾。所以神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借着洗受洗呀、啊，洗礼归入他的死和他埋葬，原叫我们一举一动都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以弗所书特别强调，如果你们也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那段经文，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更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好，第三点，单单谈一下讨神喜悦。讨神喜悦啊，就是要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之意。神是觉得什么是最美好的啊，我们就去做什么，那就要以耶稣基督为榜样。你们可以去看腓立比书第二章那段论述啊，我们要学习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寻求神的旨意，是基督徒灵程上，我说是最高最完美的境界。常常是寻求人的旨意，按照我的要求，神你只是给我盖个章，你批准我这样做就好了，
神呢，我要这个，要那个。你看 OK， 你给我一个 permit， 是不是？其实那不是寻求神的旨意，你是让神顺服你，所以常常都以失败告终。所以寻求神的旨意是基督徒灵程上最高最完美的境界，需要我们持之以恒，孜之以求，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在新年伊始的时候，我就把诗篇第一章第二节送给我们，也是我第一天除了读圣经以外，每次我都要读圣经的一个开篇，就是不从恶人的计谋，下一句呢，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他总结什么？这人便为有福。今年新的一年，你有怎么样的读经计划？有怎么样的服事计划？有怎么样的一个心意更新的计划？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有一句话说叫感动不如行动。有什么事一讲到你突然激动一下，你怎么做呢？如果不做的话，那不还是零吗？没有做，没有付出，你还站在原地是不动的吗？是不是？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恭敬不如从命啊。那他是说叫做听命胜于献祭，听从神命，神让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啊。圣经告诉我们，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所以我们要常常思念主，你能够为我舍命，我能为你做什么？什么是主喜悦我做的，主所不喜悦的，我不想我都不去做，不听不看，是不是这样？真正的做到这一点。如果我们常常，我们做那么多年基督徒了，常常想的都是去 complain， 哎呀，这同工怎么都不关心我呀，你就是一个长不大的侏儒，那很可怕。你要学会关心别人啊。除了我们很多大学生来之后，我有很多面孔都是多少年在一起的这个弟兄姐妹们了，是吧？常常需要关心别人了。好，我们讲了三点让大家去思考。那最后呢，我要用箴言23:26来勉励我们，这神对我们的要求叫做，我儿要将你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天父不让我们去做对我们不利的事儿，他教导我们让我们洁净心中的殿，圣灵才能够内住在我们里面。神的爱，只有神的爱能够洁净我们，使我们得自由。为了我们平安喜乐健康的享受神赐给我们的美好生活，他呼召我们，孩子，将你的心交给我吧，把你的重担卸给我吧，把你所有的屈辱、恐惧、忧虑、痛苦都交给我吧。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朋友们，在你绝望之际，神给你盼望；在你痛苦之时，神赐你平安；在你疾病之时，神赐你康健。我们当如何服侍神，我们不知道。就连约撒法王他也是这样说，我们也不知道怎样行，我们的眼目单仰望你。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神做事有一个特殊的法则，有他的旨意。神是先呼召后装备。我们很多人在出来要服侍的时候常常说，我都没装备好呢。你永远也装备不好，你如果不出来服侍，你永远也装备不好。这跟社会不一样，是不是？是不是一定要有神学 degree 才出来服侍呢？那我们刘敏传道，他当时让他做秘书，我说你在国内也办过就好，你就做传道，神就使用他吗？是不是？你说我都什么都装备好了，
你来不及，那是世人对人的一个要求。你知道这样一个原则，神先呼召而后装备，他不是照我们的资历来呼召，不是说你胜任了才去做，神一定能够让你胜任，只要你有心服侍他。你就知道没有什么是你不能干的，你就想着教会我能干什么，现在活很多，求神使用你，那你就尽量去做吧，是不是？你看后边装修很乱，你是什么态度？挑剔，这怎么这么乱呢？牧师也不都把它收拾利索了。这个屋的地呀、啊，他从开始磨我就擦了超过十遍。我这个人有毛病，我看不得脏。哎，但到最后这个真的是弄不过来了。但今天弟兄姐妹们大家一起干，哎呦一下就干完了，啊，否则把我老人家累死了也干不完。就是我们同心合力吧，阿门。神愿意帮助我们活出他所期望的生命，神不会因为我们没有达到他的要求去惩罚我们，而是让我们有机会更新成长，想方设法来救我们，指引我们。用大卫告诉我们的话说，神呐、啊，他犯罪之后是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那么如何讨神喜悦呢？如何心意更新呢？我就提这么几点。必须思念上面的事，必须尽心尽意爱神，必须与弟兄姊妹同心合意。我们就这么点时间服侍神，你还有机会不同心吗？还有机会制造 trouble 吗？必须约束己心，谨慎自守，必须甘心乐意的侍奉神。阿们。愿神赐福你们每一位有能力服侍他，你在神里边健康幸福快乐的成长生活。感谢赞美主啊，愿神祝福你们。谢谢修牧师，振奋人心的、鼓舞人心的正道，让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